捷达成立于2001年，以台湾水牛精神深耕于台湾市场。2002年推出自有品牌投影机，隔年获得学校市场的肯定，达到销售第三名。捷达了解学校的需求，2005年推出数位多功能讲桌，充分解决教室凌乱及管理操作等问题。目前已有超过15000个使用见证与肯定，创下销售第一的成绩。随着数位科技不断演进，2007年推出可在投影画面触控书写的互动投影机，2009年更获得了台湾金鼎奖与教师评选第一的殊荣。十几年来，我们以客户需求为导向，寻求开发及代理新的产品，提供多元产品的全方位的解决方案，满足使用者的各项需求。近年来，世界各地积极推广创客教育，各学校单位陆续规划未来教室，捷达不遗余力共同参与设计规划，提供全面性的整合建制，以累积多年的互动技术与工程经验，不断研究创新求变，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整合服务。在智慧科技迅速演进的新时代，智慧化的产品已成为必然趋势。为发展更贴近使用者的教学使用需求，捷达2017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智慧医化解决方案，包含 4K 大尺寸触控显示器、中小企业视讯会议解决方案、无线投影与互动协作系统，以及数位显示设备公播管理等多项内容整合方案。不断创新的智慧应用更扩大领域至商务市场，直接与使用者面对面了解需求，更在技术上不断求精求进，专注于细节不马虎。捷达以诚信的态度创新改革，实现客户承诺，重视伙伴关系，致力成为教学医化解决专家。捷达，教学医化解决专家。